家好，欢迎收看频道，我是 Brandon 啊。相信这两个礼拜啦，大家都有在留意这奥林匹克嘛，对不对？哇，跟你讲，我差不多每一天啊，都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啊，观看这奥林匹克。但现在奥林匹克完了，我的下午我现在又变得有点空虚啊。不过不用紧，我问了我几位朋友，他们关于奥林匹克的一些感受，让我们来看一下。别骂我呢，别骂我呢，别骂。Hello， 魏之家，魏 Bro。Long time no see， 喂，喝茶了喂。在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学校就有播奥运的比赛点。小朋友看，我是在2012年那届开始留意 Olympic 的北京奥运会，就是那时候我7岁。I didn't realize when I start noticing and like about Olympic, but I really like the cycling one. Dato Azizul Hasni Awang, Jafur Daus, Gymnastic one, Farah N, Dabita, Pandalila Renong. 然后最喜欢什么项目是羽球跟这个跳水。羽球是因为全民运动嘛，然后这个跳水会喜欢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他们在这个跳台上面，他们进去那个水的瞬间哦。Are you ready? Pandalila Rino is ready. Bye, kali ini terjun daripada Pandalila. 就那时候电视机就播着那杜丽中伟还有林丹的 final 的那一场比赛，我那时候很小嘛，也不懂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就看到全部人都在盯着电视机啊，然后很兴奋的在喊啊 ，When Malaysia 有赢了球这样子，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羽毛球的。羽球还有攀岩，因为这些都是我平时有去玩的运动。我除了 badminton 还有在关注射箭，还有花式滑冰啊，不过主要是在看美女啦。目前为止就是今年 Tokyo Olympic， 我有一个网友，他是疯狂到从开幕典礼然后到现在每一个项目都有去看的。我本身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很热爱运动啦，然后他每一次当那个选手有比赛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的 group chat 做现场转播，这样子做文字转播啦，就会讲哦这个选手怎样啊表现到怎样啊，会不会拿牌啊什么，然后他又很喜欢预测到底谁赢还是谁输啦，不过每次预测都不准啊。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2016的奥林匹克啦，因为那时候李宗伟终于在奥林匹克那边打败了他永远的对手林丹。Rio Olympic 就是2016年的，因为那时候 Malaysia 也拿了很多奖牌回来，那时候是有男单、男双、混双、Women's Double、10 meter diving、 3 meter diving、 Women's Single 还有 Cycling。 Rio 2016 Dato' Azizul Hasni Awang buat pecutan terakhir dan dia menjaya mendapat gangsa。Starting from that, I follow him everywhere in social media, Facebook, Instagram, and so on lah. 北京的吧，因为那个大家一起在那个妈妈一起看比赛，然后一起哇喊的时候。上一届就是2016年 Rio 奥运会的那个羽球男双的决赛，我们马来西亚的双人组合对垒中国队的，然后错失了这一个金牌，拿到银牌。哇，那时候那个当下感觉是。我们离金牌最近的距离应该就是那一次了，我觉得，所以那一个是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我记得我在守在妈妈跟其他朋友，然后我们当时是真的是激心了，你懂激心吗？我真的很激心，看到激到。酸民啊，很多啊，到处都是啊，基本上你在那 Facebook 还是那些社交媒体的这个 comment section 啊，你随便 scroll 一下就看到了。哎呦，会不会打了哦？那个球这样容易接，怎么不要去接啊？怎么不要杀球？怎么这样多失误？怎么没有发挥正常水平？丢人丢到国外去啊！叫你来打羽毛球了，不是叫你来跌倒的。每次当我看到类似这些评论的时候啦，都有酸民的留言，就是不 care 了，因为当然第一他不再讲我，第二你都讲他是酸民了咯。而且是讲的都是一些不可理喻的东西。其实我已经忘记了那些酸民讲什么，因为也不是很重要。可是我觉得我想对那人讲，就是如果你们那么厉害的话，这样你们就去比奥运会哦。这样厉害你自己去打去啊，这样厉害你去打，这样厉害啊去。我觉得他们运动员更需要的是我们的鼓励。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那些网民你们这样得空的吗？不应该，那你也不知道那个球员付出了多少努力，他可能紧张还是等外在因素影响到他的
performance. Yes, of course. There are so many comments like that lah actually. Basikal mahal tapi tak menang. Setiap benda yang kita buat tak kira baik atau buruk, memang akan ada orang condemn kita. So, biarkan. Saya tiga fan juga. Sial. 然后明天有没有假期？那时候我是在吃晚餐，看到那个最后一个 smash 的时候拿了分数，然后我就知道哦赢了，就拍那个桌子，吃饭的桌子就拍很大力，在家里乱乱喊哦，哇赢了啊！啊我操！哇，终于有奖牌了啊！这些哦，那就跟我爸爸一起喊，两个疯狂的喊。是用这个上网，在这个RDM click， 哎，这可以讲吗？啊，没关系啦，这个 RDM click 看啦。可是到了第三局，差不多要接近要赢的那一边哦，好不容易摸啊，就偏那时候 lag 到最高了，是 miss 掉啦。不过当下我看到那个新闻过后，我是有尖叫出来啊，我是哇！终于拿下这个铜牌啊 ！Congratulations to Malaysian doubles. Actually, it is not easy to get a medal in the Olympic. Plus, they are winning the best award in the world, right? So that's a huge achievement.